斗转世界，我是郑鸿仪。嘿，和你做伙来开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蛮，我是郑鸿仪，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多转世界》啊。我们今天呢 非常难得邀请到的是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候选人陈时中陈部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哈。保定你好，鸿仪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好，那么长啊，发生了这一个6.8的地震啊、那么在花莲造成了一些损害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大家其实也很关心如果说这种6.8的地震啊发生在台北，伯丁你看这个情形会很糟吗？当然会很严重。台北生活发展的早，所以它老旧的建筑。相对就多，其实就有可能形成很大的一个灾害。是，那这个惨有靠较具体的这个数据不？你有什么对策？对，当然我想大家都想，就是谁大概可以说分作，就是说大概以前921之前的建筑物，跟921以后的建筑物。对于建筑的法规已经有一些改善，所以921之后大家做这个相关的建筑也相关的谨慎，法规的要求比较严格。但在老旧的这一部分，其实以前在建筑法规一方面没有要求那么多第二个大家执行面上面也稍微的松散，所以那里面的问题是比较多。这种灾难型的灾难型的东西都是在灾难的那个当下或者那个一段时间被大家特别注意，等到那时间过后，大家想说，没啊，这个鬼啊，对，个皮起来，对，诶，消化其中递减的效应，警觉心会有这样递减的效应。那我在要当选市长的时候，其实我这个警觉心一直都在。我刚刚台湾是因为发展的早。那之前的老旧的建筑应该要有及时的改善。历届的市长也都在努力。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的都跟来讲，这从以前到现在大概完成了10几件嘛，通过20年超10几件嘛。但我的看就是讲这个东西就是要加速加快，尤其呢以前的都跟知道说桥柜市长捏出，按差不多30高板吼，对超过30年的厝，按超过64万户。光台北市。当然是总共96万户嘛。你看这个比例起来就管呢。你好像散弹打鸟似的哈。你不要都针对问题。对。所以这每天大家区分一寡哈，回忆一下没？我们这个先后顺序。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就第一个大概就针对就是说，这种危险的老旧的。这部分我就刚刚讲，这按的公权力。要介入比较多，一些警察有一些回乡行动，对，会出事情的，所以我第一个政见里面，最早在我前一波的政见，在都跟政见，就是把这个放在前面，国家有调查，可能稍微低估也不一定，但我们知道起码还有17处的整建住宅，就像国家在讲，有当个在讲的国宅，前国家是起到真进步，但因为时间太久时间太久了，还叫17处。另外这个叫什么宅？整件，整是整理的整啊，整，哎对，整数的数，整数的整，建筑的建，建筑的建，整建住宅，为什么叫整建筑宅？因为国宅用这个名然后呢？像国宅就是整建住宅，对，然后第二个是海砂屋，海砂屋在以前那段时间，很严重，这有超过84处，另外被鉴定为危老哈，危险老旧的危险的建筑，总共有110处。对，这种可能这种可能需要都爱政府去公办都跟入来，伊拢爱要求相当的比例，诶，人的住户的同意，当然我也可以提，可以体谅讲，你若想叫人同意，政府咱来嘛是。给用的嘛，用没行嘛，所以我们要改自治条例，用强制性的，现在当然政府还是比较采用民主的方式来做，对，所以讲国造也是讲，现在有点散弹打鸟，不针对性，有效率就比较差，对，所以我大概分作一个是公办都跟的去补分，我可能来直接
按摩被单工应该去协调，对，政府直接的家里来协调，嗯，调查意愿，嗯，增强。啊，过去才90%人同意才开始行动。过去，对不起，蔡国华，所以过去是住户自己去协调，对，哦，比方说你有一个什么这个你们的委员会。那自己去协调，对，我们要不要都更？对，哦，那要九成以上同意，然后才交由公办都更。对，这样叫公家。哦，公家啊，基本上你是公权力被去个帮忙的，对吧？我这样先来调查嘛，哦，先来调查，啊，就从医院，我们还是一样从医院高的先做起嘛。嗯嗯嗯。但是没被当家公一定在高城。好，可能你北城市、北城北、北城五、北城四、北城三，好，嗯，就我今麦请你讲的迄个新闻迄一栋嘛。好，现在的是黄副市长，你在讲一栋，一栋现在大概也是还没有进到公办的路程，对，你起码个背着出头趴来同意。啊哈，好，阿里边大概一弄九成，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了。对，但我觉得以前是被动式的，嗯哼，啊，现在对这相关的围绕有回响性的家，嗯哼，政府被采用主动的态度，嗯哼，然后设立目标，嗯哼，好，啊，进书做。好，哦，啊，既然要设立目标，进入我设立目标是讲我四年要用两成，有个标出来就是啊，嗯哼，听起两成干真少了，好，哦，但事实上两成就40%了，嗯哼，40-50处，嗯，40-50处，啊，现在我们大概只有才十几件了，啊，过去，对对 对，啊，十几处啊，所以你要增加几啊倍，而且是愈来愈歹做了，嗯，好做好做就开始来做啊，对对对，大家住户拢有迄落。共识嘛，对对，就先讲的 ，OK， 都好做，都做嘛，嗯嗯，好，啊，现在越来就是越无共识的，都越歹做，条件都越歹，越歹做，啊，但政府有决心自己给自己设一个目标，嗯哼，好，啊，我们主动去做，啊，希望能够尽早来开始解决这问题。嗯，哦，那可是，过去是九成的住户同意才可以，啊，介入公办都更，嗯，那未来你说这个门槛会降低80%也可以做，嗯，这个有没有法律上的问题？没有，这个法律上没有问题。这是行政权，台北市政府、地方政府就有权。最后啊，现在拢大家拢同一同意，但有一些在法律上的规定，好，迄自治条、诶条例顶头有诶。起码是你嘛，现在无，你唔想讲高雄外当硬家用啊？哦，唔是安尼，而且来啊，大家当来讲条件。哦，啊，政府较早即摆讲条件，大家对政府较有信心吗？嗯嗯嗯。你叫建商在替大家讲条件嘛？嗯嗯嗯。啊，有人就感觉讲，诶，啊，是唔是有摕较好康诶？啊，我来反对哈，我呐一日都。的同意啊，我可以提的想拍康呀，嗯嗯嗯嗯，啊，大家对建商相对的信心没那么足，嗯嗯嗯嗯，啊，总想讲建商要家己要赚钱啦，对啦，修好这类循环，啊，那政府来介入，公权力早一点介入的话，对，人民比较有信心，嗯，那成功的可能性就变高了。哦 ，OK， 这非常好，好，那如果那中共七成，敢会做些？七成就判一次，不过没关系，你七成是初步大家人的同意，嗯嗯嗯，可能委员就会条件公共的大家发讲，哎，无嘛无接一接拜呀，嗯嗯，好，可能同意也怕所的路管啦，哦 ，OK， 但是要花很多的精神去做了，嗯嗯，哦，这要花很多，所以我才说那个驻都驻都中心哈，嗯，黑人在增加嘛，嗯嗯，好，你无你人呐无增加，你无导用这个工作，你要花耗费很多的一个人力。哦，去跟他一家一家去谈分析情况给他们听，哦，所以你共被设立都更特战队，对，等于是呢人力增加层级 Q 管，哎，大家知道说，就有一个公信力的单位替大家，哦，用这个安全跟公德，哎，这两方面，你如果告诉说，用了安全，还有公德，这就行了，哦，这个扩编这个驻都中心这个规模会变多大？我想想这个嘛，大概增加哈，将八个人、八五个人，起码一百人，起码要八五个人，我已经要八。现在现有100多人，对对，啊，你过来再增加一倍的人力，对，我增加一倍的人力。哦，吼，你说还要层级还要再提高？对啊，你想不嘛？现在副市长负责总督导啊，嗯哼，这一定是要，这是要直接的嘛。哦 ，OK， 那他做最务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李工事。这几乎对我们这市政来讲，目前是最重要的事情。哦，这个多了北安转北安新这部分呐。哦，所以这是列为你的优先的，对，你做起列为的优先。你无被定剩电线杆吗？你蒋万安说那个电线杆跟清洁队。不啦，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啦，哈，当然都要一定要弄的嘛。啊，另外这都跟那些，你一些了整建筑在用的些，安怎为地下化啊什么什么的，定下来用的呀。啊，好好好。
南机场本身这整建筑的住宅，伊是无古早民国50几年的用的时候，伊是无电波条的，无电线杆，你拢地拢地地下化，地下化，你看是偌是偌进步。哦，南机场，一化粪池是台北上早有的哦。哦，迄阵都安尼哦。对啊，迄阵都安尼啊。嗯，啊是讲平数太细，就伊拢足细间的啦。讲啊被平啦。嗯。啊，但是事实上伊的设计内底是进步的。嗯。啊，但是过遐久啊，60-70年啊，要重做了。你无做一挂改变，然后内底。我们悄悄的设计哈，技术的品质下是哈，不要理想了。南机场也算是老旧危险建筑吗？大部分它是整建哦，整建啊，对，国宅嘛，它整建住宅啊，所以南机场需要我们也是会列入我们将来在都更的一个重点的。那影响很多人呢，南机场很多人，那很多人，整建出来都很多人啦。啊，就是因为人侪哈，啊，居住的品质已经不符合现在的。需要，所以政府才要大力来用啊。那安尼即卖离迄个台北市万豪饭店的对面那里一大片，那个叫做什么美堤还是滨江国宅？那个那个将来也会被我们列到里面去。不过那个地方问题没有我们现在更老的呀。那么严重，还要在分店来一定来用啦。OK。那刚刚讲的是公办都更，那民办都更啊，我有看你讲你要采预审制，什么叫做预审制啊？不，两行了哈，一个心脏来讲哈，对，按这心脏得有一个审，应该得有一个审审议委员会嘛，对，就是心脏嘛哈。啊，即摆来讲，主要拢是办公，若讲已经在讲啊，差不多的即摆，这几年来一定都要通过来用。但问题在审的过程中啦，吼，伊这牵涉到公权力嘛，对，所以拢在做谨慎的，吼，在一步一步安尼来用。一旦进入这样的审议程序，也是往往有时候资料准备的不全，或等等的这样物件，一拖嘞个退件，搁来退件，搁来，然后用嘞可能拖一两年去啊。好，我以前在食药署，我们有相关的审查药物的经验嘛。好，这些拖的时间拢足浪费啊。好，所以我希望能够在前端用一个哈，含这个这 NGO 也好，什么什么也好，好啊，参加一点点的公权力在里面，帮大家先做预审。好，你的资料起来哈，我先给你看，讲对资料够不够啊？对，过来说明三位，说明三位。迄一两工啊，一礼拜来就好啊。啊，佮等伊，啊，你要改来，佮一个有小可得佮改。等你改了，差不多啊。好，我想免一个月就应该改到就完成啊。好，佮上火锤。啊，你大概时间也省。大家时间会省。那你怎么来的人力啊？帮他预审。我现在不是都跟准备升个一倍。对对。啊，唔即个工会啊。啊，嘛在各个一刚有看迄个。嘛就有所谓的哈，你讲不动产的其中，也要去挂工会啊，地震师啊，估价师啊，是，哈，这东西啊，你勾给了，勾了好，勾了准啦，我们先夸大，大家讲，感觉讲，有信心看会使啊，因为你一估价迄个物件，你啊估了无好势，以后这利益的判断就错误嘛，是，民众就无信心嘛，所以这也要一挂这 NGO 这工会来跟帮忙，对。提出有公信力的物件，我们今天用的时候，根据人家制度中心的专业做评判，对，那头前就差不多用到相当一个相当有一个公信力的版本出来。上一审委员会通过的机会相对的变高了。OK， 好，听得出来啊，这个陈时中部长他选台北市长是想要做事，那么可能会大幅的改变台北市的非常多的品质，那市长他都话迄个意，部长他都话迄个意思，就是讲啊，讲过去的公文是这样啊，民间我这个申请的公文送上来了，那公务人员看到讲啊，你家袂使，然后就把你退回，叫你重补，那他重补完以后，上来以后，他再看，这个重补的已经改善了，可是下面又发现问题，公文再退回，退回以后叫他再补上来啊，那一共啊，这个公文的这个来往的这个程序非常的繁琐，那这样子就没有效率，造成时间上的浪费。可能啦，过去干那这款公文的往返，可能要一两年的时间计就。我来晓得呢，是啊。那部长即卖意思就是讲，那以后他上来以后，
请公务员或者是请义工帮他、啊、这个先预审啊，你家爱报啊，你家爱说明啊，你家爱上面附件啊，你家爱上面哈，然后一次就送回去说你爱报名啊，拢总跟你讲啊、嗯，你后边过来，安尼都会使啊，对，那就大幅节省这个效率了。啊、甚至我们还可以请他来啊！哦，叫他来讲，坐落来讲啊！啊，你唔免讲，唔免讲门，嗯，啊，就坐落来讲，嗯，坐落来讲，我即马就有只意见，是是是，你等于看，啊，你会看有啊，看无啦，嗯嗯，好，但我写艺术，你有咱无了解嘛？你会使问我，对，我来用好，这政府得给大家服务嘛，嗯嗯嗯，好，安尼要效率高啊！你安尼你拍算讲，那好，你做八年的市长，会当改善几件？我唔知啊咧，啊，但我即卖迄个公办都跟这边，我诶目标超即卖超过三四倍嘛。对，因为你头讲四五十件嘛。对啊。那以前你讲几年才做十来件？二十年啊。二十年才做十来件。对，都跟条例过了以后，现在十外件啊。嗯。对，那我这目标其实已经设得很大了。是。目标设得很大，但我刚刚，我即那四五十件。没那么难啦。四五十件也影响很多人啊。对。嗯，而且产业会发展。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有四五十件，这有就大家看嘛。嗯。啊，这有公平啊。嗯。啊，这用了改了好啊。对。哦，够安全啊，够好大。对。嗯。哦，改变了生活的形态啊。嗯嗯。啊，以安尼小公共设施等等，政府嘛在帮忙啊。是。啊，佫有进步。哎，那这有想，大家有看了。哎呀。将物件来看的，就讲哎，好政府来办这公报都能赞。嗯嗯。你把这个口碑出来。嗯哼。过来就紧啊。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陈时中部长、嗯、台北市长民进党的候选人。那么这个过去啊，民进党里台北市大概我跟他平均啊，大概会拿到40亿%左右。好，那保定啊，有讲啊，伊的目标是过半，好、哦，过半才好做哈、哦。不过过半谈何容易啊，咱讲一下，是很困难的。那我看他现在啊，已经推出至少10项的。针对台北市很具体的政策，包括奶油高通啊、大巨蛋啊、都更啊，哈，还有这个人口流失啦、啊，哈，啊，对青年人的这个协助啦、啊，哦，大概有10项了。我觉得他是最提出具体牛肉政策的人。好、哦，那你安尼开多少时间？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教你。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波度转世改》哈，我是郑鸿仪，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陈时中部长。那陈部长啊。因为我今天啊看主席部给你访问、嗯哦、老实讲非常大片。嗯、那里面有做一个表，就是把你的发表过的台北市的政策列成10大项。嗯、那据说那10大项你已经是有100个政见了。对，哎，哦，100个相关的政。啊，因为你过去是卫福部的部长嘛，那、嗯啊、你开过这时间，你这个台北市政的这个补习加强。我想大概像整个竞选，大概要也有1/5的时间花在上面吧。好、哦，嗯，在整个竞选里面，一天招摊路已经这忝嘛，还靠有时间做这個？哎，啊，所以，我这边花的时间在一天平均大概2个钟头左右。那当然，我的团队要花的时间更多了。啊、嗯，好，一个月准备不用，开始拢引拢精力啊，然后了解专家个讨论。对。啊、然后才会提一出来来跟我哈、哦、做一挂报告，跟一挂交通，或一挂迄落观念的沟通啦。好，但候选人的意志力也很重要，嗯，所以才能列入考虑，然后再来。对，我来大概。我一方面讲哈，大部分这东西比较多像这样长得讲迄落，嗯，来一开始讲迄来哦，对，迄是人在欢迎讲哇，这哈大家讲上下班来沟通过。我说啊，请问的专家哈讨论怎么样来解决？对。好啊，过来像北市科西瓜地地方在造，嗯，地方的人讲啊，人介绍拢对无迄落哈。树林科技园区，哎，阿哥，我觉得科技园区要来，我想讲科技园区要来啊。虽然伊90公顷，比起来我会较细，嗯，来我会85嘛，嗯，啊，这个90嘛，嗯哼哼，啊，起码这个规划比较来讲，一连住宅都有包括在里面，嗯、哼哼，所以相关直接使用办公的地方，相关大概25公顷啊，40公顷，嗯哼。所以那个整体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嗯、但是一家不只要那样，医药上来够，这个霞都这边啊，嗯哼哼哼，哦，霞都医药可以起来啊，是设置到，啊，你后边路不可老好啦，嗯哼，对不对？医药这个底下是个大发个啦，对，好、哦、好，对吧？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我咧想，哎，这台好、哦、先来个规划，啊，规划来先应该省开工，那真正来做。
大家那大概弄在六年半以上了。啊，这个前期的沟通规划，对，好，别台讲你安尼时候，你进来在你任内无法度做，你敢要讲？还是敢要做？是，我举例迄个内湖哈，我因为前几刚刚拄到一个餐厅的头家啊，我讲哦，你这地点有够赞，好，那伊讲地点赞闹好，暗时也无生意啊。我讲，那有可能？哦，你这人潮偌济呢？伊讲内湖就因为塞车，所以暗时大家塞车的人下班啊要出去，要出去，所以无人有法度入来，所以伊暗时无行李。看起来地点很好，这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是无行李。好，有一天伊讲，伊离外口拄啊要叫警车入来，伊讲警车拢唔走，进不来。你看影响多大？哎。内湖啊，你这边啊个处理都迄个啊，都来只塞车哩，哈哈哈！哎，叫啊，呀呀呀！这交通的改善是一个经济，因为内湖这个时阵哈，这个时阵嘛是真重要，是第一块。内湾顶头是内湖南港嘛，好啊，内湖是一个哈科技园区，啊，南港是一个软体园区，好对不对？啊，下卡啊，我迄个。的中央研究院的国家生技园区，南，对，啊，过来的实际这边，啊，实际上是软体研究园区嘛，是真多啊，好，你一些数位了哈，数位这人带，啊，伊家人，这条是按一个足重要的科技人带，是，啊，这说你讲这说要发达哈，想法就是路了，好，下骹人要做生意啊，平常有一些奖励的办法，但想来靠公司本身嘛，但咱政府还有一个条件可以啊，对不对？吼，这钱要紧嘛，愈做愈赚啊，到时候就足无方便的呀。你若讲甲讲，因为啊，这个陈部长伊啊，最近推出这个中美快速道路，要延长1.9公里，对，然后叫国一，叫中山高，好，安尼。那么因为遐即马离迄个承德路迄边啊，遐好塌噶，吼足塌嘞。啊，迄个啥百灵桥遐，这两个，这两个伫头前遮啦，就对北投那边出来，对大业路遐那边出来，是，伊在对下卡迄个圆环，迄个就来交叉的，我到台东公司这边，迄个叫足塌的呀。好，你有大都路、承德路、个大业路嘛？对，哎呀，真塌。哎，所以我即马对大业路这边丢一条迄路。高架起来，接对周美起来，对，安尼就是改善这北投要出来是啊，迄个用这种塞啊，大都路和承德路的效益拢会变广，对，啊 Q 块 Q 卡招牌是伊是上啊，周美贵壳贵基隆和料以后就落来嘛，啊落来料就介绍三个迄落瓶颈地，哦，遐真叹，遐真叹嘛，一个互你赚5分钟至10分钟，对，啊你要爬到中山高，时间就拢，伊正平要去写一下嘛，哈。对，迄落来就加去写嘛，吼，正面落来写，迄就一个啊嘛，啊过来就连续三个，啊你将要去哩，啊所以我今晚特别对迄个所在，让你落去，啊另外咧直接高架到中山高，所以你无要落来哈，你无要落，这落来这个写这个写的人，对，直接伊就快速就可以离这离开上中山高了，而且将来也是要个预防工哈，因为这淡水这边落来如。愈侪人嘛，但是也塌到不得了嘛。对，啊，即马中央搁准一条淡北嘛。啊，所以附加也在要求淡北这边高雄的关渡桥得搁做一条桥，通对迄路，迄路是啦，北新北市遐是嘛。北里一边，但是不变起来人会过啦。吼，啊，所以伊个北投的乡亲嘛真烦恼啊。吼，即马在咧塌啦咧。对。啊，到新北搁落来，我规个交通拢无，而且交通难办。生意就歹啦，未来只会越塞，如果不解决的话。对，好，啊，所以迄嘛是讲，迄拢是要解决讲未来若有啥物迄落，好啦，真正讲这个淡水来车伤侪是吼，那这边我们这个快速能够把人多少造，安尼对这一路是吧，所谓的一个交通的压力就减轻。是。好，所以我是嘛甲北投遐咧讲。那这淡北在哪些了哈？那我一定给自己的交通管制了，不会把这样的东西都把迄落这边淡水的迄落上塞车的压力转移到北投来，好啊，但现在这边在及早开始做准备，打通。哎，啊，我咪甲中央讲啊，你做没打通，在中央在到处挂，是，因为是适合这新北迄落啊。对，那会适合到新北。不然，这中央、新北、甲台北市政府拢来出钱了。对，拢来做位来用了。嗯嗯，安尼。那
这个立陶宛公主公啊，你要还一天花两个多小时 去做功课，请人家帮你教台北市政嘛，哈、嗯。柯文哲曾经讲过说，台北市长啊，做台北市长年纪不能太大。我想他是针对你说的、啊、你到底体力怎样？我体力是还好啦，阿翁真的啦，我也赞成说吼，好少年的人吼，这样来做体力好嘛。啊，你啊，少年的人，你就要说历练够，经验足。嗯嗯嗯。好，这样有天纵英明，愈早愈少年愈好啊。是是。所以老的有老的好啦，少年有少年的好啦。嗯嗯。这种是一个比较跟一个选择啦。如果台北市长年纪不能太大，那美国总统怎么办啊？他负责多少事情、啊？而且我们讲这是选举嘛，民主政治以选举嘛，对哦，代代有不同的人才出来，啊，只能是不同的人才里面去做选择嘛。是，你是单一的条要惊啦。哦，这民调讲啊，一定得爱身高100以上才会使。嗯哼，啊，上以后来几岁以下才会使，无这种单一的条件，这种是一个综合的评判。是。你有说过你要出来选台北市长是因为台北市八年是停滞的、那八年就是柯文哲的执政，你觉得你和柯文哲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我还没不一样，我还没真不一样、你不要说我还没真不一样、第一个我当然不想说我跟他有什么不同，我只想说我们之所以会有感触这么深、是因为八年前、大概支持柯文哲算了、八年前那时候的政见我们也觉得很好嘛。对不对，我们也觉得说哎安内打一个机器回来走。安内紧凑啊。因为所谓的柯P新政我相信也感动了很多人啊。我这都跟金马公被强调公办都跟马西总跨爷政恩见下呀。哈一波走。对啊哥哥。好公家集团公家公家集团告别啊。公家集团机做个集团席。啊你头前两三年有一些都有启动、不是说都完全没了、可是到第二任就都差不多停下了嘛、第二任都差不多停下了、你要检视一下、好、另外现在又要派这个黄珊珊出来算、黄珊珊自己来说他现在也说、以前柯P说的一些话他要做嘛、很好啊，我不是说不做不可以，好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我的质疑是说、三年前你就可以做啊、对像既有，伊即马提出来拢是既有的嘛。古早有，古早未歹。对。好，你也感觉未歹，啊，啥你都啊上任的时候你无爱启动。一定在等要选举才来启动。是。啊，你选举才讲了以后，去选了以后，你也无必做咧嘛，想即马拢相共啊。好，所以我们是觉得，为什么有感觉要辞职？是，迄真正你问我真正的心嘛，等含些八年迄所谓的科批的竞选的时候，是咧白挨皮书。刚刚是咧达成率上低啦。你再讲我停顿啊，你怎么其他讲用咧八年火，迄种变变掉。你感觉为什么伊讲个较好啊，但是做个较歹？执行力哈，执行力，一个市政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好，这下你家己做手工艺无就无同款。是，好，我所以我家己做啊足好诶，好，我安尼用啊足好，用一件两件足好。唔是啊，今市场呐，讲要讲做手工艺来做100万件。你切人，你搁靠规矩手，你也无多做。所以跟领导同意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啊，每一个人对领导同意的设定不同。对。好、哦，我讲的，我领导是我做好的，你拢听一听我的，你对我讲的好。好，阿伟人领导人想我比较喜欢讲啊，大家拢尽搞，我怎么样团队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好、哦，我不爱讲哈，这压抑了团队的力量。我刚刚讲，第一，我刚刚合作才会成功。第二，我刚刚若要合作，你来讲尊要尊重。如果你当我们的阿哥讲你的背景，你看台北是公布上800多个哦。对。这八万个拢是足优秀，对市场足了解的。你无法度一个人比这八万个人搁较牛啦。这是我讲老实话，而且八万个你若可力量，即马若做6分，你可以做7分。迄那就不得了。即马来讲，你安尼柯文哲，你有知影？你看伊局处长招遐侪人，对，台人台底的人，你有知影？伊做何讲咩？你有听到呀？我当兵听伊讲酸的呀、你个人感觉讲，我的主观的感觉，感觉伊上高啦，温龙就落个呀。你看伊那面来算，动力也不足啊。人拢是安尼嘛。
吼，啊，所以我哈，一向我就是人尊重，啊，尊重是希望讲家己的动力跳起来，啊，然后安排互相鼓舞，哈，公务员大概来做一做做来，士气来用起来，啊，士气嘛，伊的经验嘛，古早伊的学识怎样提出来，和市民所用嘛。你感觉这含柯文哲性格有关的呀？我感觉这是性格，性格上面是性格，上面性格。不，爱性格就是讲一想搞啊。哦，自认为自己最大家跟我来都没有错啦。啊，好、啊，阿文杰跟我来，万一有错就够狼狈啊。嗯哼哼哼。跟他去啊，然后有错他承担这也好啊。嗯哼哼哼。好、哦，大家看讲一天虎节啊，阿伯啊，嘛、啊、是讲每卡人每这每卡超奥塔伊啊，对不对？自视太高啊。对了，对了，当然有想有他。搞威威啦，但是在领导一个团队，吼、嗯，也是无同款，尤其是一个优秀的团队。对，是是是。那你感觉你含蒋万安、黄珊珊，你比蒋万安、黄珊珊较优秀的所在里头？不，啊，蒋万安我的功，伊训练不足嘛，历练不足。嗯嗯。好、哦、啊，然后在一路，今麦我搁看、嗯，这段时间搁增加一挂，看起伊健康真轻。哦，好好好好。哈、哦，健康真轻。阿老公。啊！你看，古早咧讲话咧，显露个像安尼，是文质彬彬安尼吼。吼，啊，群内头那安尼吼，掠起动安尼啊。吼吼，啊，这不是边人咧甲讲的，啊，伊无经过伊一个理性的判断，你就采用安尼策略。嘿嘿嘿。吼，伊不想讲，根据这个。什么物件？你看到讲伊那里起动咧？伊讲肯相信。买疫苗的代志啊，疫苗做一做个呀。嘿嘿嘿。对不对？嗯。吼，伊家己他发。宽度的，逻辑性应该很强了。对，哈啊，对法应该有相当程度的一个了解。你讲的书啊，我这讲老实，我小可的怀疑讲吼，不是讲不是逻辑，我讲到底伊捌做过几件啦？哦，你讲伊做律师做接过几个案件？对对对，哈哈哈哈哈哈！我是小可的，为什么你安尼看？嗯，啊，你讲郭在，伊讲伊帮助真侪人创业啦，做这种创投事业律师。对，我等下喜欢问讲，啊，你到底做过件有成功的嘛？反台批判的。啊，对啊。嗯嗯嗯嗯。是不是讲安尼？啊，无你敢要讲有成功的啦？想我辅导过10件20件。对。啊哈哈。对不对？吼，对不对？哦，你做遐啊你。哦，对啊，啊，我来讲有成功的嘛，简单一路啊，我这间公司创投股啥，那些我改安怎用，安怎辅导，安怎你，我嘛讲几下，叫俺批汤起来啥。好，这个陈时中部长啊，拜托蒋万安，你讲几件来听听吧。对啊，我当然了解。啊，我现在讲，阿姨讲，因为训练不足，你看了，训练不足。我看伊经验、工作经验实在不足啦。阿姐话讲啊。但你够继续请教你。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我是郑鸿仪。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候选人陈时中部长。哈，那陈部长一啊，他都把刚刚讲陈时中是训练不足了。哦，蒋万安啊，不，蒋万安训练不足是。那么伊比较讲好做创投律师啊，那陈部长是讲啊，无你到底做成几件，你嘛讲出来批判之类的。然后你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再给他观察。不，啊，另外哈，就是讲。像这法律的哈，这种文字的迄落，以前我常讲话，这疫苗公文封存30年，对，不是安尼啊。哦、我是讲你那是一般人，对，安尼有这个误解，好，我也就认了。嗯哼，伊是法律人，又是立法委之委员咯、哦。对，好、哦，我想要来讲，就来讲，我这疫苗按第一来讲。嗯哼哼利用疫苗的公文，我想跟他讲，为什么要列密等？嗯哼哼哼，你喜欢想为什么要列密？列这个密等？嗯哼，啊，想安头公爵最浅显，好大家了解。嗯哼哼，这个公文有可能会讲得起没？好，我来讲啊，一季买多少钱？嗯哼，啊，这个我没有列作密等。嗯哼，啊，如果这哪这公文在行走时间。就是说有别人看到了、嗯、然后他对外去讲了对、还是他打电话对手、一同格、这不是像很大还是国家的损害是这是营业秘密这一定在列密、这也很简单这是一定的这个公文一定在列这种公文有关疫苗买卖这公文一定在列密、然后第二个、想到安倍有之后，就保存期限30年。嗯
保存期不是封存哦，是保存。保存是公文保存，现在已经讲到嘴要破去啊。嗯哼哼，这是公文保存30年，艺术家呢，保存越久，对于行政单位的人员责任就越大。嗯哼哼，换句话，证据要保存30年。是是，嗯、我进来电脑，我赶紧有做给做商会。嗯哼，我想好是卖保哦存啊。嗯，没有就是销毁掉啊。对对，你用30年这件公文，你别再给它销毁掉。嗯哼哼，你别再给它恢复掉，你再坑底下。对，以后人代志要查，拢会查来着。嗯嗯嗯，所以是证据保存30年，对，是表示政府负责的态度。对，啊，大部分时候会点到遐长的时候，嗯，就是这个工程愈大，这个事业愈大，嗯嗯嗯，牵涉的钱愈大，愈严重，就保存越久嘛。嗯嗯嗯嗯。好，一方面也是当事人的一个警惕，嗯，啊，是一种保护。嗯嗯嗯。好，这两行拢有啦，而且公正啦，你建古老咧30年以后，人咧查得有嘛？对对对。啊，以法律人应该很清楚，这个密，嗯，唔是一种所谓国哈，就是所谓的像迄个机密保护法，一种机密绝对机密，对，的坑咧的封起来、打起来，袂使进当。嗯嗯嗯。你喜欢处理公文的程序？是。爱用挂这相关的来的假来是要安得爱用这信封用雷啊，顶头弄灯音呐，这有看过的人拢爱负责。嗯嗯嗯嗯嗯。哦，所以你不能任意哪边有人泄密的时候，你要查会到。啊啊啊啊啊！哦，你工程款，今仔工程款讲一落偌济钱，到尾我爱证件上来一标的准，才你一角钱都无差。嗯。大概这有泄密可能。对对。哦，泄密可能少人就叫那啲灯音啊灯唔到的人拢有可能嘛。嗯嗯。啊，他一查这个关系。利益往来伤害，嗯，所以这密是这个处理公文要保护这种相关的机密不致外泄而影响到了国家或社会的利益，嗯嗯嗯嗯，好，啊，保存越久是证据保存越久，责任就越大越清楚，嗯嗯嗯嗯，而蒋万安当一个律师人，嗯，他把里面把两个加起来合，就叫做封存30年，嗯嗯嗯嗯，他明明知道，哦，绝对不是讲，如果伊那。他过法律，搁做过律师的人，嗯嗯嗯，再把这条安尼搞起来，我会惊你知？我唔是惊讲伊个没了成功，嗯，我会惊讲伊人万一头伊做市长，对公文的认知也是安尼，哦，我安尼惨啊咧，素质不够，不要你咩行做市长啦，嗯嗯嗯嗯，哦，你即话立法委员呢？你是立法委员呢？啊，你要做一个行政官员，你连上面要不要放密，嗯，还是不密，嗯嗯嗯，哦，啊，这物件要封存多，不是封存，这物件要保存多久，嗯哼，你的态度拢唔对，好好好，那每季，啊，你是咩那讲哟？当时每季买多少钱？到底蒋万安有看到不？你知影不？他只大概看了有一个厂牌，我们没有买成的那个厂牌，哦，那个有。哦哦吼吼，那其他他也看不到，那個，其他我们都还是一样，都涂黑。嗯嗯嗯嗯嗯。啊，至于什么东西要啊哪个公器这，什么东西要涂黑，什么东西不能涂黑，什么东西要跟他们讲，嗯哼，这个事情都在立法院在调阅小组或是在委员会各有很多的攻防在。嗯哼哼哼哼。哦，啊，想要结论就是安尼，先当我是照在一个立法院。因的结论，我提给你啊，啊提出来看嘞，哈，看了你也讲哦，有啥物无满意，嗯哼，哦，对啊，你发现无满意，你咪使叫人退啊，嗯哼哼，啊，无你个开会啊，两个月时间你拢会使就这内底，你看会感觉啥物无满意，你想要搁较悬嘞，嗯哼，拢会使用。所以连立法委员或者是卫环委员会的召集人都看不到的，对了。都看不到，因为这个可能也牵涉到说，真正台湾的法治国家，就是说你答应人家说不能够泄露，就是不能泄露，嗯，因为这牵涉到卖疫苗的厂商的利益，啊，哦，因为每个国家买的规模大小不一样，还有每个国家国力不一样，处境不一样，对，好，哦，那所以每个小可能都不敢。对，其实这里面大家也看到了，嗯，大部分什么的，我们这很大众的。我们药物的买卖，嗯嗯，哦，不是只有在买这疫，这疫苗，嗯嗯，野外买伊嘛无爱给小王对我讲啊，好，野外嘛无，一般药的无，因为新药更加袂使，嗯嗯嗯嗯，哦，你新药做好的新药拿出来，是，你保密条一定在签的啦，啊你来，哦你签了，啊你到时候无履行，伊要给你等回啊，是，哦，然后这伫卖方市场的消息安尼嘛，嗯嗯嗯，啊疫苗到现在还是卖方的市，诶一路市场，呀，那讲到蒋万安，他一直用
啊，强调他姓蒋，我感觉伊姓蒋到今仔日这个机会啦，无一般一个四十通岁的少年人，那有讲三十几岁对美国回来就有哪选立委，吼、哦，那都我都即马43岁都我都选市长，吼、哦。那他一直讲说他姓蒋，伊啊恭喜蒋经国，你会很在乎他姓蒋吗？我不会很在乎呢。嗯嗯嗯。哇，你啊姓蒋啊，姓蒋大概也有功有过了，好、哦、也要被社会所检视了。对。好、哦，阿内啊、嗯，第二个就是说，他让大家社会里面觉得他是靠信仰，就是我他共鬼嘛。嗯，东台门公，你做律师，你做过三回了。嗯，哦，那我当时30几岁律师的，足 smart， 然后处理真侪社会事件，处理真侪一种，好、哦、种啊，扶持几啊间厂商拢做啊真好。嗯嗯嗯嗯，你讲我有这实际啊，我过早工作经验。不是啊，不是干做一个留意啊，听、嗯哦。我实际上很人民的接触法律的案件，嗯、哼哼我足接地气，我足了解。对，无嘛，你我看唔到。嗯，无、哦。你以为你叫我听，你若讲我这边贴出来是我的工作经验、嗯，哦，我扶持对。啊，这边讲我是上的，哦。对对对。我一定是平衡嘛。嗯嗯嗯。哦，平衡嘛。啊，你若无啊，你讲讲要做什么两奖旗？嗯嗯嗯。哦，對對對對對對你若想讲要做两奖旗，40年诶，迄落吼，就是安尼讲是落祖先的地。嗯，啊，家己咧，嗯，家己20年前家己做诶，迄落看上这单咧，嗯，嘛提起来看，平少批判起来。这个我也再补充一下哈，创、嗯、投啊，就是说啊，这个公司其实是很有潜力，可是很小。嗯哼，那会去引进啊这个投资的资金啊、嗯哦，那么它因为很创新嘛，哈、哦嗯，那最后。因为眼光独到，然后再加上法律的这个完整性，让他最后也许他被、啊、比方说、大超级大公司并购了、嗯、或者是后来就被上市了、哦嗯、甚至于他还赔钱他就上市，可是股价很高，因为他未来性非常高、哦、可是确实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蒋万安说哦有哦我扶持哪一家公司现在已经怎样了 被并购了、哦，然后市值变成、啊、比方说100亿美金，或者上市以后市值变成1000亿美金，但没有听到他讲这个了。对，哎，哦，对。阿丽亚呢？你要观察过你比黄珊珊优秀的地方？黄珊珊是安尼啦，我按看讲，按照卖解释，就这三年起，中你到底做啥会啊？嗯哼哼，副市长。好好好好。这三年的副市长到底做了什么？啊，过来21年 H1 你做啥会啊？嗯哼哼哼哼。哦、其实这里面都这方面这也是有他的 credit 的，嗯，啊也是有受到、哦、该受到检视的位，没错。像我第一的话说、嗯、啊，这个内湖的交通啊，嗯，哦，啊不，黄山副长两个嘛，就是他就说是这是马祖马英九用的啊，嗯嗯嗯嗯，哦，马英九用的啊，哦、啊我那时候我没在兄弟，我没在责备任何人，我们这是历史的共业，嗯嗯嗯，一个一个安尼来，对，啊，即马应该按照已经看到问题啊，即马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啊，第一个一路柯文哲就讲，这无救啊，嗯，哦，啊，吴教授，啊，黄珊珊就讲，这是马英九的嘛，啊，对对对，归罪归咎于归咎是马英九啊，啊，我那归咎马英九的无力呢，因迄阵你做市员啦，嗯，伊做市长，你做市员啦，嗯嗯嗯，迄阵那马英九这政策不对，嗯。哦，伊个安尼用，哦，以始作俑者这样叫，你议员做嘛，你提出来讲，而且是来我议员，伊来我，伊就迄个当地议员嘛，是，你若别位我阁唔敢讲，啊，你当那个选区的议员，对，啊，你若眼光，你就买当怪讲是马英九，嗯，好，你若眼光较好，嗯，你当初我就看讲你提出咨询稿，对，哈，伊有讲就讲，哎，这个马英九，你就买两这个内湖这个工厂，你若敢安尼甲开放来，对，哈，这个放宽了以后。交通会出问题，嗯嗯，好、啊，请你呐，要安尼做，你的配套是啥物货？嗯嗯，我就讲，哎、欸，这一关赞，对，好、哦，虽然高校蛮久很无插你，嗯，而且表决书啊，对，但你起码有一个建构啊，有一个提案，哈、哦，我提案啊，我看会掂，因为你起码是怪人，当初安尼做唔对嘛，嗯嗯，你若讲啊，蛮久安做嘛，无唔对，我也无会讲，对，你起码感觉人唔对啊，哎。啊、你好，你唔对，啊、你做市议员、嗯，当地议员、嗯，你有这代是质疑过没有？对，或替大家讲话不？好、嗯哦，王建英老板讲讲啊，你做这会引发的效果是怎么样？嗯、人的大量进来，对地方的发展很好。是，但是交通我们应该要做未雨绸缪、嗯嗯嗯。啊，请问市长，你有什么计划不？对，按着税啊。好好好，无啊，无了以后，你看今嘛在怪迄阵的人。嗯嗯。
好的，你即马是。啊，你怪以前的人嘛，无要紧，即马你嘛要提出你的方法啦。啊对啊，啊你即马个怪人以后哈，以后你较有了解，啊即马人来提醒呀嘛。嗯嗯嗯。哦，像我即马另外一个候选人，我来讲，我嘛听到你讲这個，啊我来提醒，我想要改改善。嗯嗯嗯。你讲两个方法嘛，你提一个改善，我比较较好。嗯嗯嗯。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安尼做嘛真好。对。然后我若上阵，我嘛要安尼做啊。嗯嗯嗯嗯。好，啊即马开始要讲伊讲，开始。国道局那是 中央的，我讲的拢是国我。啊，你市政府在负责，甲行政院提出你的问题啊，对不对？对你也无要提，啊，院会你也无要开，也不寻求中央的协助。啊，你也无要想啊，啊，你也，无叫啊，放有死啊。对啊，我讲这拢足无理的，这态度，这啥？好，阿都让好，这黄珊珊本身在里面做，阿你们几十几年以外拢打混，谢。黄珊珊也好，好，那再来再请教这个我们部长啊，就是讲，柯文哲因为两岸一家亲，所以我都办双城论坛啊，那真正两岸一家亲呐，那有讲去搭工飞机啦、战舰啦，吼，开来遮吼。甲咱安尼骚扰，哦，甲咱安尼侵袭，对不？哦，那第二就讲，我要收飞弹，我飞过台湾，安尼有这两岸的家亲哦，那啊，而且不放弃武力打台湾，这哪会是亲呢？哦，那亲靠可能也安尼啦，哈。对对。那我看啊，市长你有讲，部长你有讲吼，未来只要相互尊重，好，那不要夹带主从关系，嗯。那这个你不要有两岸统一的意图，那两这个双城论坛就可以办哦。那阿拉伯利的不爱办，你干嘛讲柯文哲市长过去的这几年办的双城论坛，中国有没有夹带主从关系跟两岸统一的意图？当然有嘛，这里面就没有啊。你跟我讲关系，这个议会的这个关系较清楚啊。嘿嘿嘿，对不对？啊，飞机还在飞，是，伊嘛是班呐、啊。对不对？啊，你立委讲一寡尊一尊重。对上高炸飞弹对准台湾。对不对？啊，过来，即马就是迄个飞机里啊，射来射去。对。好、哦，啊，到迄阵是安尼哦，无、讲你嘛想无讲，听讲讲啊，两岸论坛要办啊，我就先讲吼，就安尼。从古早金门安尼，双打单不打呢，一个白话双飞哈，单不飞，表示一个善意，起码你嘛做一个球来，伊连这个球伊也无唔敢去讲要求，今日就讲我机会就决定安尼啊，啊你若安尼继续甲我背，我立场足困难的呀，对，啊想要善意的起头又困难，啊是不是讲来迄落哈，啊为着这个哈这个论坛让它有意义，台湾人有注意到，好啊，是不是？你这礼拜先卖背一下。想无你，啊连安尼嘛无嘛小讲安尼甲你背。啊，伊讲至少柯文哲跟黄珊珊讲，那至少两岸要有对话啊。对话有啊。你对话的时候，你就是讲，哎，我这对话有可能有好的结果嘛。对不对？啊，你要有一个前面嘛，我想讲。啊，今天我顶个咧开玩笑，像咧讲你要对话，对不对？人去飞机咧绕台，就那像咧讨债公司啦，对，哈、哦，一群罗马人咧提这一些的名字，底下咧压啦，底下咧来啦，啊破安场啦，对不对？对。啊，你戆戆个造一直恶出来，讲啊唔通啊咧，唔通啊咧，人咧往出就甲你破落啊，对不对？这个就明显。阿老公，阿你讲，你讲，你唔知啊？你唾面自干嘛？是不是？迄个人讲，人会看你无啦？啊，好，是不是？人会看你无啦？对不对啊？你这种诶，你种两开嘛，家你安那累拢无要紧啦。啊，你若一旦互人认为是安尼，人就愈甲你欺负啦。哦，是不是安尼？好，啊，这种代志，安台态度爱坚定，但是我们也不挑衅。对。哦，啊，大行安来讲，有一个建设性的安来做，是，安尼较对啊。你的态度来调调，像即马讲要千山不投降，哎，你讲上面有牵制力，有啥物吼？又讲，你讲还无强制力，有啥物路用啦？对啊，无啥物。蒋万安说那很白痴啦，黄珊珊说那有什么用啦？对啊，安尼你合同，你若要向人签合约，签啥物两岸，签什么，你都拢，你都免签吗？
嗯，啊，对不对？不是拢就白痴，嗯，签一张迄啥，签一张你画面了个了个啦，嗯哼，迄个迄安签的是一个态度，嗯，是一个足重要的态度，啊啊啊啊，哦，你连态度都摆未出来，那我都假忙你也当做什么代志好，嗯嗯嗯嗯，对不对？是是，好，那再请教部长哈，就是讲啊，因为台湾呐，这个啊无电梯的公寓真济，嗯，哦，四楼的、五楼的哈。嗯，那例如说要加速老旧公寓增设电梯，说起来这对长辈就好的了，嗯哦，但是其实它执行上是蛮困难的，对，第一就是说这些公寓有空间装吗，嗯哼，第二个事情是那因为啊，这个增设电梯其实很贵，嗯哦啊啊，再来就是说一楼啊我绝对不出，我如果住一楼我哪就出，我都没有一个电梯啊，嗯，啊我二楼我也没有什么出，我背着就够了，所以可能负担都是比较高楼层的，嗯，那这样做得成吗？没有，这个问题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就是说我们的好都更要快速来进，嗯，进行，嗯，刚才集中处理当说好啊，底这也未讲都跟也未当个完全的走一下，嗯，我们要去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好，这问题我了解很多，嗯，好，就是有些问题就是你要全部去解决，啊，有些问题你是没办法解决，我们必须要认清这样的一个事实，进，而我们的态度就会解决的我现在特别解决，嗯，啊，现在要不解决我放在登记的，好啊，是一个变通的，好，啊，你比如说啊，如果现在老在一楼就绝对在店面，那几乎你不可能，你讲啊拢白讲的，嗯嗯嗯，但伊那边我也做欢迎的嘛，嗯嗯，所以现在的第一代，现在来的我觉得来的地形的变化、法令的限制，法令稍微放宽这做得到，地形上的不允许，嗯嗯嗯，还是店面的利益上相对多，对，这种的按可能是要申请公布法度，哦，但对也有法度的嘞，哎，有法度的现在有差距，有经济障碍。好，就为人要分摊，讲起来就厌气啊嘛。对对，我买啊，我不爱学这种代，因为分摊的问题，分摊经济上的分摊而阻碍装修电梯，所以我比较主张是，我政府全额来再来拨啊。哦，政府全额，你那边走政府全额，全额来拨啊。哎呦，这个不少钱哎。比金马跟这哈，金马等下这五十几。规矩啊，嗯哼哼哼哼，五十规矩。你讲的是老板老那个，是那那个是我老老旧电梯啊，不是我老的电梯。老旧了，嘿。他有伊有调查讲，有八十几个是有意愿的，哎，当起码走走五十几个。啊，一件呐，补助超爱偌济，你有算过无？因为我查算过超三四百万啦，啊，上贵你看迄位各种不同啦，啊，起码电梯是愈来愈俗啦。哦，对对。好好，迄内底钱量，哇，这个大力多哎。只要你是一百万好不好？嗯嗯嗯，一百间，嗯哼，是这是一四样啊 ，OK， 四样你就增加这一百多，等于是两百户，你三四楼的问题，啊啊啊，都解，有三四五，嗯，都解，哎，有个加盖嘞，对吧？啊，这问题都看偌济，啊，就是我不要因为钱的因子，钱，再我刚才讲钱来解决嘞，嗯，政府出来到该来管啦，好，好，我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啊，这个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候选人陈时中陈部长接受我们的访问，好，谢谢。那你家祝福啊，这里陈部长选情一切顺利，谢谢，好，谢谢，国平动算，谢谢，好，谢谢阿扁，阿扁哈，哦，多谢，多谢，谢谢，好，我们今天进到这边，同一时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拜拜。